为今天太厉害了，所以有作战的空间。再起跑选掉了，这是一个四坏球保送。满球数的对决，这球球中左外方向，是一支安打出现了。三垒上的跑者李凯威现在被挡在了三垒垒包。一出去满垒。外野一开始岳振华的布阵就守得比较浅啊，所以这个平飞安打出现一个弹跳，接到球很快回传了，所以李凯威被三垒之后就挡在垒包上。这个打席也是来自于郭天健的选球，从两好球没有坏球选到两好三坏，最后对有一个好球带里面的球可以来做攻击。哇，这半局光是选球啊，就让谢良豪用了比较多的球数啊，两好三坏这个安打，再把攻势给串联起来。对，第三点四二，也是抓第一球打穿了三游防线，超前分李凯威回来了。二垒上拿莫也回来，没有问题。吉利吉拉，今天关键先生，这支安打带着两分打点，龙队现在取得了9-7两分的超前。连续两个打席都敲出安打，而且这两支安打带着4分打点。哇，过了刘基宏这一关了，吉利吉拉上来还是展现他的一个打点能力啊。哇，今天的击球很强劲啊，虽然是滚地球出现了，哇，这么强劲的滚地球，哇，两分打点打回来，哇，相当关键。对，拿莫也是很好的速度哦，靠这个强劲的滚地安打拉回来，三游直接滚地球，将会拦截，也不用传了，这是一支内野安打。又带着一分打点，龙队再添一分，目前10-7三分领先中英兄弟。曾涛今天100%啊，对，全垒打，这个半局又贡献打点。哇，这个滚地球太刁钻了，确实就打在这个三游之间了。江辉拦下来，其实已经挡下额外的一分。对，形成滚地球，但角度很好啊。这个滑球，郑陶龙打在了比较刁钻的位置。江辉接到其实也没有，即便传球也是 safe 啊。对，